Sarah， 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的名字是 Anand， 我居住在美国，目前我在佛罗里达大学求学，同时也在中文系进修。我感到很荣幸能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在网上向各位拜年。我也诚心的感恩Sri Satya Sai国际组织让我在这期间的好日子向大家说声恭喜，新年快乐。现在让我以作为分享一对新春的祝福对联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一帆风顺全家福，万事如意满满春。祝大家在这新的一年虎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谢谢 Jason。